FX 团员 Amber 来台湾宣传圣节目，不太会讲中文的她碰上主持人小猪和凯乐两人，英文超不行，鸡同鸭讲，笑翻全场。家中有几个成员？成员跟 Member。Number 凯乐发现自己念错英文，笑得好尴尬，频频要节目把画面剪掉。一旁的小猪幸灾乐祸，但其实他的猪式英语也常让人捧腹大笑。Long time no see. Taiwan is very so hot. H O T hot. 英文不好好学。Good, no. 啊，早怎么讲 ？Good. 哪是好哎、欸、？Morning 还是早啊 ？Morning no.好不好，猪式英语必杀技就是直接把中文翻成英文，频频出嘴笑翻来宾。小猪更是不会言，他的英文确实有点破。我本身就是一个不太会英文的，大家不知道吗？但是我会念得出来那个单拼音。My home in New York. My mother friend in Canada.小猪和杨丞琳到纽约开唱，不忘用英文打招呼。即便英文讲得哩哩啦啦，但台下的歌迷笑声连连，就爱他带点台味的英文。虽然贵为亚洲舞王的罗志祥英文没有很好，但是敢秀敢说敢开玩笑，猪式英语反而成了他的搞笑特色。记者陈旭，王慕宁台北采访报道。